我的人生是黑白分明，没有什么灰色的地带。我认为是对的，我坚持是对的，因为很多人认识我，我不出来讲公道话，我觉得对自己不起，他们是犯法的暴力分子，我就对普通警察讲一些鼓励的说话，我说你们完全对的，你们是我们最好的防线，如果警察都不能够控制这个城市的治安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了，香港完人了，我们的电影我们的电视是最棒最收的，你有400多个机会哦，而且10多亿人的市场哦，疫情我们中国控制的最好，我们的经济最快起来，我希望香港可以跟随祖国一毛一样，这样我的希望是香港可以早一点恢复正常。